我是 Jimmy， 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 Mighty Block Pro 的音色教程。好，你刚刚开头听到的那个音色呢，叫做 Texas Blues， 那它是一个免费下载的音色，那都可以自行到底下的连结去做下载。好，那如果你好奇想要知道这个音色是怎么调整的话呢，我们就看一下我的界面这个地方。好，首先是音箱的这个区块，那我挑中的音箱呢，跟上次一样是 Bassman 的音箱。好，那设定的话呢，也跟上次差不多。这个部分呢，如果你好奇这个音色是怎么做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上次蓝调大师的这个教程。好，那再来就是 IR 这个区块， IR 这个区块我挑中的箱体呢是 Vibro King， 也是同分的属性的音箱，那加了一点点的 Low Cut。 好，这两个区块做完了之后呢，其实这个音色最大的关键就落在这个 Overdrive 的这个音色上面。好，那我们要了解一下正常效果器的讯号链里面呢，你的这个 overdrive 照理来说应该要是在音箱的之前，跟我上次提到的那个概念一样，效果器的这个音色区块你要放在哪一个地方其实都是没有一定的规则的，你可以自己去做这些调整然后听听看。所以呢，其实这个音色的关键就在于这个 overdrive 的位置哦。好，那我 overdrive 我挑选到的是Morning Drive。 好，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如果我先把这个 Overdrive 关掉的时候的音色，只有音箱跟 IR。所以跟刚刚听到的那个音色完全都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我打开这个 Overdrive 之后呢，这个经典的蓝调音色就是这样子形成的。好，那很多人会好奇说，如果把这个 overdrive 塞到比较正确的位置上面去的时候，会是变成怎么样？我们听听看。再塞回来。这个效果器的顺序其实是真的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一定要放在哪边。以刚刚这两个案例来说的话，我觉得放在前面的时候呢，第一个扎实度就不太够了，就缺少了这种刷弦的时候的那个扎实感。那当它放在呢这个音箱的后面的时候，弦的扎实感就瞬间提升了非常多，
而且也为这个音箱加了一层非常温暖的真空管味道，所以现在放在后面这边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用的。好，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空间器。空间器我这边呢用到的是 Reverb Spring Reverb， 那量其实就没有开的非常的多。好，那再来可以选择加入的效果呢，这边第一个我会建议可以加入 Delay， 那我这边挑到的是 Tap Echo。好，所以也是一点点而已，不多。好，那下一个我可以建议你加入的效果呢，就是摆在比较前面的这个 EQ。 好，那这个 EQ 呢，你加入的时候基本上它就会有一层 Boost。 所以这个在 solo 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好用。好，那下一个可以选择开或不开的效果就是 modulation 这边呢，我加了 rotary 的这个效果，我们听听看。所以这个对蓝调的弹奏也是非常好用的。好，那最后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效果器呢都把它打开，这样子就会得到一个蛮疯狂的声音。好，所以这个音色目前使用下来呢，我自己是非常的满意。如果你手边也有 Mighty Plug Pro 的话呢，建议你来下载看看。这一期就先这样子了，之后呢，如果你们还有更想听到的一些音色的类型呢，麻烦你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那我都会尽量把它完成，做成免费的参数让大家参考。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我是 Jimmy， 拜拜。